灯之光面包车自改床车的第十七八天了，应该反正是啊，因为最近这两天没有弄车，我也忘了多少天了，反正就是一直在改车的路上，然后一直没改完。对，你们说的对，我改得很慢，没办法，出不去呀。然后今天呢又到了几个小快递啊，反正这个就是现在呢其实基本上已经弄完了，就差给外面贴我的哆啦 A 梦了，但是现在还不能贴，因为不确定什么时候能出去，我要在出去之前给车买上保险，然后买完保险之后把车一刷，再把那个车贴一贴就 OK 了。然后还有里面呢其实基本上完事了啊，今天呢又到了一个快递啊，然后咱们就把它装扮上，让你们看看啊到啥快递。快递在我们家这个有年代的车库的小本本上面啊，小本本已经放在车库里面了好久了，一直没那啥。然后哎呦去，这车上乱的，你们好长时间没看到我的小本本了吧。哎呦还有个这挂钩，就买的这个东西啊也是置物袋。然后我还有一件事要干，就是这个东西放到这回要给它换到这个五菱上面，反正这个车到时候放家里也不开了，我爸要去北京，然后我要出去旅行，这个车呢就小本本就要停在这个库里头了，不能动了，所以说咱把这个就拿下来安到那个五菱上面去。整上了有点松，我狠心的把它原车的塑料布让我撕了，把塑料布子撕下来了，也还行，反正有点松但是也行。然后这个是放那啥，正好我还在愁呢，我还嫌乎这个地方它这个扶手这块放东西的地方太少了，这正好。二哥起来，不是上车啊，小改的，然后正好放在这儿正好可以放手机。你也起来，不准等我，你爪子埋汰。听话坐下，我整东西呢，听话啊，听话，坐下，坐，哎呀，坐，别咬我鞋，你们看看，他疯了，坐下。然后我那天把这个逆变器粘在这儿了，我觉得甚好，你看粘在那儿了，插电呀啥的，还有我开车啥的都不耽误，然后这个也能充，这是你行车记录仪，买车时候人家车上带的行车记录仪，这全都能用，挺不错的，是不是？还行，这样放东西的地方又多了。可以，然后现在咱们把这个东西挂上了啊，挂这儿了。你们看啊，我研究了半天，它是单独的，然后把它们俩套一起了，才这样套才挂上的啊。看，一下子就不一样了啊，挺有感觉了吧？然后这个上面是这样的，它是这个时候，其实实际上这个是粘上的，这个是粘的。粘的要粘在上面，但是我觉得粘应该粘不住，然后我就倒把这挂的，你们看，倒把这挂它，把它正好，哎，转过来，把它正好挂在这个位置，你看，正好，还不错吧？这里可以放一些随手的东西，是不是？看。然后我那天不是买那个吸顶的一个灯吗，你们看我车放这都没动，它掉下来了。然后大家跟我说应该买一转圈那种灯带啊，我已经买了，但是呢买了好几家都不行，快递邮不过来，我也是没招，咱们再看看，再等两天看看快递通的时候不行再邮也行，先这么地儿吧。我这小车整体是不是还行，还是不错的，我再把那个哆啦 A 梦往上一贴，是不是更像那么个样子了。好，我还买的车坐垫子显示发货了，然后这已经过去一个多星期了还没到，正常的时候我们家是最慢一个星期就能到，现在已经一个多星期快半个月了，我那车坐垫子还没到，真的是没办法，快递邮不过来，我也没办法。起来，二狗，二狗老在这捣乱，听话，坐这儿，好嘞，听话，给你个镜头，坐好了，我看你眼睛咋了，怎么那么多眼屎呢，哎，听话，哎呦我天，你看他多淘，他现在老淘了，你看又疯了，坐，别动，听着没，别动。